大家好，我们是东京走着瞧，我是文，我是包博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上野啊，是一家来自北海道的马鲁哈酒厂。这家店特色啊，就是每天都从北海道进的新鲜物产，有来自北海道的海鲜，还有各种肉类哦。吃一下它的蟹肉吧。新鲜新鲜新鲜，完全没有腥味，螃蟹的清爽感好吃。北海道我来了，这道是非常酷的拉面沙拉，第一次看到沙拉里有拉面的，是冷的拉面，而且它跟这个酱料美乃滋还有和风出乎意料的搭哦。有一牛两猪，这个是白美牛，然后旁边这两个都是猪肉哦，那我就来试试看它的富良野猪肉啦。对，有点肥，但是又不会太肥，猪肉好吃。试试看这个柴美牛吧，加了一点烤肉酱，跟炭烤香香的感受。我想大口吃饭的话，这边有提供烧肉定食哦。介绍的马鲁哈酒厂啦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